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台湾的股市好做吗？台湾的股市好玩吗？请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立豪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，请你把手机的照相功能把它打开。各位，人的一生当中真的有太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陈立豪？各位，我在今天我要在电视上教各位投资朋友们一种操作股票的方式，我让你看一看什么叫做一流的老师。我跟你说过，盘中四个半小时比什么都重要。各位，我的策标是什么？一流的。各位跟我念一遍，一流的老师。老师，你会不会太臭屁？各位，我就是有本事啊，所以我才跟你讲我是一流的。各位再看这一边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也不会吹牛。各位，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的是赚钱，你不要管怎么做。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不管黑猫白猫，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。今天很多的报章媒体杂志，纵使讲一档股票很厉害，但是这档股票如果杀到真的，对不对？杀下来，那各位报章媒体杂志写的东西，那你就把它当作屁了，不是吗？如果一档股票报章媒体杂志都看不好它，认为它是一个垃圾，但是这档股票今天攻涨停，那各位你会给它拍拍手，好厉害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因为在全国投资朋友们的心态里面，其实说实在的啦，我为什么一直在电视上跟你讲，你不要管基本面，也不要管技术面，更不用去分析什么产业面，只要你买到的股票会涨就好了，会赚钱就好了，你想这么多干什么？那各位，我讲的话对不对？我在股市35年啊，我看过人生百态啊，人啊有七情六欲啊，有喜怒哀乐啊，各位，我看的太多了。在股市里面不要跟我讲一些屁话，在股市里面也不要跟我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我很不喜欢听啊。我的个性是很直接的，各位，我就跟你说，你如果愿意相信陈立豪，你就跟我一起打江山，我带你进你就进，带你出你就出，这样就好了。各位听得懂意思吗？因为所有的困难度我一定帮你分析过了，不管我在讲的什么基本面、技术面或者产业面，各位，那个私底下我自己在研究，然后告诉，用手机告诉会员就可以了，不用在电视上浪费那种时间。各位，你如果在台湾股市里面，你是要来学技术面，你是要来学基本面的，各位，我劝你退出股市，你不要做了啦。因为在台湾股市里面，当你了解技术面，当你懂得基本面，当你会去分析产业面的时候，各位，所有人都比你还厉害，你相信我，所有人都厉害，不是只有你厉害。那我请问各位，如果所有人都知道的情况之下，你要怎么在股市里面赚钱？各位，我昨天在电视上有没有跟你讲我买回四星 KY？ 各位，今天四星 KY 跌哦，今天四星 KY 跌哦，但是在盘中我赚了70块价差，你相信吗？你一定不相信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把照相功能打开嘛，我等一下拿给你看我今天传什么。你看看盘中四个半小时遇到一流的老师厉不厉害？各位，今天你看哦，各位，四星 KY 今天是收黑哦，今天是收黑哦，但是各位，你看今天最低多少？1555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你相不相信？当他从早上这边开始一路杀的时候，这些都还没有出现，这边都没有出现。好，我陈立豪已经传了讯息告诉会员，你如果真的敢的话，在1550块附近，也就是1560块附近都没关系，赶快去抢反弹。各位，你看，如果你抢反弹，各位，你看这一段就好，你赚了多少钱？赚了70块到80块。各位，你一定不相信嘛？所以我不是跟你讲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来看一看，真的，一流的老师是怎么做股票的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的会员很喜欢陈立豪。各位，请看，
各位，你知道在台湾做股票，你除了要很厉害之外，你还要有几个？第一个，你要有勇气，你要有霸气，你要有行动力。因为你今天纵使分析的再好、再准、再精确，你没有进场，各位零 ，zero， 零。各位来，你看看陈立豪，真的，我做股票，我真的很厉害的。注意看，各位，这是我昨天的节目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6月5号的节目？各位，我们先看这个6月5号的节目里面，我是不是讲6月2号我买美食，我为什么要出？你看看我6月2号我买什么？注意看哦，我都有传讯息给我的会员哦，我不会造假作弊哦。各位，6月2号，各位，礼拜五，会员注意1795的美食改价315到320布局哦。我的会员跟我讲收到。然后我告诉会员说，千万不要用市价去追，因为我讲过，我买的股票，我告诉你们的股票一定买得到。我的会员跟我讲，明白了，谢谢。好，各位你看，同样的六月二号，我跟你讲，我的会员真的很多，我只是列印几个给你看而已。同样六月二号，好，各位，六月二号礼拜五，我一样说会员注意，1795的美食改价315到320布局。他说老师，我订320没买到。那各位，我当初在讲什么？你看你回来看这一通，会员不要用市价去追了，拜托，好，因为他没有买到嘛，没有买到。但是我跟他讲说，你就挂315到320嘛。各位后来买到了没有？买到了，老师，美食320买到了，谢谢你。各位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就是我陈立豪，我说多少就是多少，就一定会到嘛，听得懂吗？好，各位，那买到了哦，买到了，嗯，各位。买到之后，六月五号，我早上就跟我的会员讲，接近340全出，接近340全出了，各位。结果各位，六月五号真的来了，所以我们早上就出掉了。恭喜会员，上周布局买回的1795美食，那315到320果然大涨到340，给我们全出了。各位看到没有？会员可以全部先获利出场，没有关系。给我的会员出掉了，他还说赞，非常棒，平均出到338。各位，我们在六月二号买的，昨天出掉了，各位赚21块。你买10张，你赚21万，100张赚210万，是不是落袋为安？啊，是不是落袋为安了？放在口袋喽。好，各位，所以我在电视上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各位，买美食赚了21块，有没有？那各位，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，我再买回美食？各位，我有没有跟你讲，我再买回美食？哎，各位，今天上去我也没出啊，你看，我上去我也没出哦，你看哦，1795，各位，我昨天买美食对不对？买316的，各位你看哦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因为我都拿给你看过嘛。六月五号我是买316的。12:34:18，好，各位注意看哦。那今天最高322，我没出啦，收盘收315.5。好，各位，也就是说，老师啊，啊，你没有出的话，你收盘是不是小幅度的套牢0.5毛？对，我套牢啦，我套牢，听得懂吗？套牢0.5毛，各位，你看我的动作，我会让你发大财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各位，盘中4.5小时很厉害呢。各位，今天打下来还有更低哦，还有313哦。那各位，你相不相信我一样叫我的会员照样在买？因为我根本就知道它要涨到哪里嘛，所以我不要出嘛。我为什么要出？没有到达一个满足点，我干嘛出？这就是陈立豪一流的老师，因为他懂得来龙去脉，懂得筹码嘛。所以各位怕什么？316买的一定发大财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那各位来，今天的重点不是美食哦，因为我们的美食来回做价差很厉害哦。四星 KY， 各位，四星 KY， 如果今天的70块算进去，我们做短线，今天的70块算进去，各位，我们大概平均已经累积了多少？累积了18,940块，各位。你看我今天怎么带会员买，各位注意看哦。昨天你在节目上有没有看到我陈立豪跟你讲，买回什么？
买回美食跟四星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昨天讲买回美食跟四星？老四，老四，四星 KY 今天跌呢，四星 KY 今天跌哦，老四，你套牢哦。嗯，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侧标上一流的老师呢，你听得懂吗？各位，为什么我陈立豪跟你讲，看电视节目哦，不要看片面的。因为在电视上，我为什么跟你讲不要造假、不要作弊、不要欺骗、不要吹牛？因为你在每天收盘之后，看到所有投顾老师，甚至于座谈会的老师在分析的时候，那个都已经是叫历史，历史听得懂吗？就反映过的历史了。你看到的只是人家在讲故事而已，讲故事给你听而已。各位，我陈立豪不是。我陈立豪叫你等一下看一下手机的内容，那你看看我们四个半小时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陈立豪。各位，如果你真的能够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，是你的福气哦，听得懂吗？是你的福气哦。所以各位，你看看昨天六月五号我是不是跟你讲买回1620的四星 KY， 有没有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各位你注意看，今天开盘的时候3661，各位注意看，开是不是开了1630？各位，我没有出哦。各位，结果一路杀，一路杀，杀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我现在要开始跟你讲一流的老师是怎么做股票的。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我买回四星吗？因为我们四星上一波赚了100块嘛，对不对？是赚了100块，1750出掉了。我们不是1730到1760出的吗？是平均1750就出光了，是不是赚了100块？好。赚了100块，昨天打下来1620，我们是不是买了？买了，好，买了之后，今天一开盘，哇，各位开盘一路杀，我的很多的会员马上打电话给我，老师怎么办？老师怎么办？老师怎么办？给我传了一通讯息给我所有清代的会员，我说只要打回到1550块附近。因为1000块的股票附近就是正负20块都算了，何况我还准到吓死人了。各位，1550块附近看到赶快抢，赶快加码，赶快做短线。各位，如果你去做，你看这一段你赚了多少？赚了70块。我们就来看看老师有影无？各位开玩笑，我是谁？我是一流的老师呢，请看，各位。今天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看看今天早上两个字，导播来弄清楚一点哈。会员注意哦，各位你看哦，可以移动的哦，今天两个字出来了，可以移动的。3661的四星，想做价差的人可以在1550附近再买，之前进场的人就先续报，我会安全带出。各位注意看哦，我1550已经开始在叫买了，9:48。各位你看，一路杀。一路杀，那各位，如果你真的照我的方式去做，你买得到吗？你一定敢买，敢买，哎，买得到哦，而且还有的买到1555呢，还有买到1560哦。各位，你看今天成交量几张？4700多张，杀下来的时候带量哦，杀下来带量哦，你看杀下来带量哦。如果你真的敢买，各位你都买到了，对不对？你先帮我鼓鼓掌。各位，那种杀下来你有勇气去买股票的人没有几个，你遇到一流的老师，所以杀下来我陈立豪叫我的会员赶快去买。等一下你看我怎么分析，我告诉我的会员要做短线做价差的，趁现在，然后昨天买到1620的那个老股续报，用老股换新股的方式，你赶快去买。你会说，老师我没有钱了，我只是买1620，我昨天买到，我今天没有钱了。好，各位，我教你，我侧标写什么？老股换新股。你昨天是不是买到了四星 KY， 买1620的？今天打下来，我告诉你们去做价差。那做价差你赚到了70块，各位，你是不是可以把今天买到的，如果你要放，可以放。那你是不是昨天买到的可以先出老股？那你是不是一样赚70块的意思？那你出掉之后，原始持股也可以续报啊。那各位，明天又涨上去了，你是不是赚两次？今天赚70，明天又再赚。一流的老师啊，各位做股票你要懂得脑袋的变通啊，你不要笨笨的去做股票。各位，你看哦，所以我今天你看，你只要有做到买到的人，我的会员跟我讲，谢谢老师，
老师你真厉害，导播你看这边那按来看，老师你真厉害，有没有？好哥你看，为什么真厉害？很简单啊，会员注意，相信大家都看到了，其实有什么股票，一档股票要再创历史新高，必须要拉回洗筹码。今天告诉大家在1550块附近再加码做价差，我早就告诉大家要有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。很多人看到下杀就在怕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下杀就在怕，看到大涨就想追，永远死路一条。你们看看，如果你在1550附近买的，现在1630的也赚了80块的价差，有没有看到？现在把今天有价加码做价差的，请全部获利出场，原股续报即可，恭喜！我的会员跟我讲收到，谢谢老师。各位，你看哦，从我第一通早上9:48 call 这个1550块附近再买，一直到11:02出场，各位，中间才花了不到一个小时，大概一个小时左右，各位，你已经赚了80块，厉不厉害？很厉害哈！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各位，6月6号，如果你真的敢买，我告诉会员做价差，要有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。各位，你真的打下来敢买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要多少有多少。那各位，你买到了对不对？你看看，买到之后开始一路拉，拉的这一段，各位就是这一段呢、啊，各位就是这一段呢、啊，有没有？各位到1630块，11:51:12来到1630块，你赚了70块到80块。各位，你如果买10张，再赚70万，100张再赚700万。各位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跟我念8个字，叫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累积18940块。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一流的老师，你是羡慕还嫉妒？各位你看，也就是说，今天的新股你赚了70块到80块，那各位你已经冲掉了，对不对？那各位6月5号买的1620还放着，各位你还放着，而且收盘刚好收到1620，我没有赔，因为我买的就是1620，但是各位我赚的是赚今天的盘中，我赚了70块，10张70万，100张700万，各位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杀下来又让我创造了一次赚大钱的机会。各位跟我念一遍，一流的老师，一流的，一流的老师。哎，我都表演给你看，我也告诉你怎么做股票，我也告诉你什么叫老股换新股。各位，我陈立豪是一流的老师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会员喜欢陈立豪，因为我非常活啊。我很活，我脑袋很活，你听得懂吗？我不是笨笨的，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不同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前几天一直讲台积电560，560，560？你看看台积电，不管收盘，不管今天怎么样，连续3天就是560。你看，你不相信？你看，各位，你看看今天收盘560，昨天最高560。各位，再来，你看哦，6月2号560，562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连续2天，我讲完之后，连续2天都是560。你们一定不知道为什么560是代表什么意思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跟你讲一个秘密，外资法人560就是一个暗号，你了解吗？暗号，暗号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后面台股我很清楚该怎么做，你要不要跟着我做？我不会去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，我也不会去打屁呀。我跟你讲的就是实话。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？你敢去买回1795美食啊？美食我们不是昨天赚了21块吗？各位，你再去买回315、316的随便啊，你一样赚钱吗？四星 KY， 各位今天打下来我们赚了70块。你就算买到162块、1620块，明天后天你一样赚钱吗？我是谁？我是一流的老师，
我会跟其他的投顾老师一样讲一些屁话，技术面、基本面哦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样就这样，如果不这样就不这样哦。如果你看看基本面的东西，哇，各位基本面的东西，报章媒体杂志都会写的，我还讲给你听干嘛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真的在股市赚不到钱，就是这样。各位你看哦，我六月一号又买回利旺，我的很多的会员又买回利旺。各位，六月一号当来到1820，你敢买吗？而且各位，今天打下来，我还告诉会员赶快去买1870、1880。你注意看，你看，各位3529，各位，今天你敢买吗？收盘收1930，我最少我都赚50-60块以上。如果是这个1820那时候买的话，假设各位，那我现在的赚应该是赚多少？赚了110块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要懂得布局啊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啊。做股票真的不难啊，难在你的心里面啊。所以我今天的策标不是跟你讲吗？请你认真看完今天的节目，一流的老师啊。各位，我不但是一流，我是超级一流。不相信你试试看看呢、啊。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从头到尾用手机验证，带你带进带出的全国大概只有陈立豪。所以各位，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。我很少送股票的，因为我觉得送股票没有意思啊。每天那边讲一个故事，吹牛比赛，讲一个故事完毕之后，就是要你来拿股票啊。各位，你拿到股票，你赚得到是吗？你赚得到吗？你真的买得到吗？啊？你们自己很清楚嘛？那如果不是这样，你要股票干什么？干脆盘中4.5小时跟着陈立豪一起打江山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讲的都是实话哦，我讲的都是实话哦。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了，等你那一通你自己帮自己的电话。各位不要帮我，不用帮我，我的会员真的很多，帮你自己就好，真的帮你自己就好，好不好？人助自助，你要先自己帮自己，人家才会帮助你嘛。你连自己都不帮，谁会帮你？谁管你去死啊？对不对？各位，休息之后再回来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结果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其实啊，人进入股市，为什么要进入股市？赚钱呢、啊？
不然你进入股市干嘛？学技术啊，学基本面吗？当然是要赚钱啊。既然你要在股市里面，既然要赚钱，那陈立豪就奉劝你客观一点，积极一点，听得懂吗？客观的去选择一个好的老师，积极一点的去跟着一起打江山，不要每天在听故事比赛，你在浪费你的生命。很多人从早上看电视看到晚上，遥控器从早上转到晚上，到了隔天再样再看一次，同样一个问题，老师啊，到底要买什么股票啊？各位，你在浪费你的生命，你倒不如选择一个好的老师跟着他一段时间。我自我推荐，因为我从头到尾都在验证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因为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所以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拿股票了，要就直接盘中四个半小时跟我们一起打江山赚大钱了，让真的赚大钱，真的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，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当股市千变万化，当操盘千头万绪，当机会千载难逢。即日起用1000元体验轰天了一个月，就送轰动时涨操盘秘籍及上课券。千言万语，这次只要1000元哦，请拨02-2365-3255。国民法官的参与让这个司法的制度更公开更透明，我们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，我们需要的不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去激荡出一个新制度的推进吗？或许是各个阶层各个背景的声音，而且你自己可以提供你自己的观点啊。我会建议大家就放轻松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参与，我觉得蛮棒的啊。我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当。